快乐的厚实吧。OK，嗯哼。OK，cool，好的，大家好，感谢大家今天又如期的参加我们一个月每月一度的这个中外马业交流会，我们是一个双语的线上直播会议，让你掌握全球马业的最新动态。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很多重量级的嘉宾，会跟大家在不同的角度，来自不同的国家，从不同的角度去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所掌握的或所了解的一些马业最前沿的信息。然后呢，也期待大家跟他们这个外国品牌或者是外国专家之间呢，有更多的交流和合作的机会。那我们在等待其他人加入我们这个会议的过程中呢，如果大家还没有加入我们的这个会议专用的微信群，大家可以扫右下角的这个微信二维码，然后联系我们的小助手加入我们的会议群。这样的话呢，每一次我们举办会议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的收到我们的会议信息，不会错过任何的一次会议。好的，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今天的这个会议。好的，那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 Zoe，然后我平时呢是常住在上海。我之前是法国马业在中国的首席代表，在积累了很多国外的马业资源，也认识了很多中国马圈的朋友。所以呢，我也是很希望可以通过这个会议，这个线上会议，可以把大家把各方面的资源结合在一起，促成大家的合作。那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现在我把话筒交给我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李文来介绍一下他自己。大家好，我叫李文，我常住是在北京，我是在英国伦敦拿到了这个口译硕士的学位，然后之后是又参加了达利在英国的一个为期一年的，管培生的项目，然后学习养马，然后之后呢就投身到了中国的大陆的马圈，然后一直在比如说像在海南卫视、在山西卫视、在新浪马术来解说国内和国外的比较优秀的体育赛事，尤其是以赛马为主，当然也在线下做像北京马协的这样的一个冠军赛的一个现场的马术解说。那么之前呢，我也担当过这个爱尔兰的纯血马术部的亚洲代表，来推广在大陆地区推广这个爱尔兰的纯血马。那么现在也非常高兴的受到了 Zoe 的邀请，来到这里跟他一起来联席主持我们这每月一次的一个中外马业交流的会议。谢谢李文。那我们在会议开始之前呢，有一些注意事项提醒大家注意，然后也进一步的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个中外马业交流会啊。我们是每次呢，我们都会有3到5位来自国际马术品牌或者协会或者是专家的代表来在我们这个会议上面发言。我们呢，严格控制他们的发言时间。以便更好的掌握这个会议时间，我们把会议时间呢，控制在1个小时。那每位嘉宾的发言时间呢是10分钟。这样的话呢，我们准时开始，准时结束，大家也好安排自己一天的这个工作还有生活。所以空出这1小时，像一个下午茶一样，3点钟我们就可以通过1个小时来接触这么多的品牌，还有协会，还有马术专家。那刚刚我们也说过了，这个会议呢是中英法双语三语。其实今天我们有一位法国嘉宾呢，他将会以法语来进行讲解。但是呢，他的所有嘉宾的 PPT 呢介绍都是中文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即便他用法语，你也能看懂。用英语的话呢，大家相信也有一部分能听懂，而且呢，结合我们的 PPT 中文的 PPT 呢，就很容易理解。另外一个呢，就是经常大家问到我们有没有重播，其实我们没有重播的这个选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现场来参加，因为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特别是现在疫情的情况，大家没有办法
面对面的交流，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固定的线上交流的机会，可以让大家呢足不出户就能掌握最前沿的、最前线的国际码数知识。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会议会在腾讯会议这个 APP 上面举办啊，大家可以通过小程序、通过电话、通过这个手机 APP 都可以接入这个。腾讯会议免费收听，特别是如果你通过手机的 APP 腾讯会议 APP 加入我们这个会议的话呢，你在会议过程中这一小时里面，你也可以把它最小化，这样呢也不妨碍大家正常的使用手机，同时你可以听到我们的嘉宾的讲解和发言。那如果会后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对这些品牌有任何的想咨询、想合作的意向的话呢，大家可以在会后联系我们的小助手。如果还没有加小助手的话呢，右下角这个就是我们小助手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他的这个二维码，然后我们都会跟进的。今天呢很特别，大家可能也发现了，今天是我们这个中外马业交流会第十二期，那因为是每月一期，所以今天呢就相当于是我们已经举办这个中外马术马业交流会一周年庆。那我是个人是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同时呢我要感谢我的两位联席主持人周周还有李文。那周周呢之前就一直周周和李文两位联席主持人呢会跟我一起为大家带来很多的这个国际马业的知识还有讯息非常感谢他们两位的参与。在我们的这个中外马业交流会在十二期里面呢，我们介绍了来自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些不同专业不同角度的这些演讲嘉宾，他们都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资源和信息。那我们这个再重申一次，我们这个中外马业交流会呢，就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的下午3到4点准时在线上进行的。我们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推荐第一手的这个国外马业资源，搭建一个中外马业商业交流的一个平台。那从在我们进行到第十二期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跟三大这个国外的马术协会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位是法国诺曼底大区马业委员会，他们结合了所有诺曼底的这些马术资源，还有第二个呢是 Ipolia 呢是诺曼底的这个马业的一个创新的中心，他们结合的是更多的是在马业上面在科研上面在商业上面有创新的这些创新型企业。那第三位呢是我们刚刚加入的前不久加入的这个英国马术贸易协会 BETA，这也是结合了850多家英国的马术企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通过跟这些国外马术企业的合作，通过他们的支持，我们也会源源不断地为大家推荐更加精选、更加在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了这些马术大国里面精选的这些马术企业和资源。下面还有一些简单的讯息告诉大家，在我们这一年以来呢，一共有38位国际马术专家和企业代表在我们这个中外马业交流会上面发言，介绍他们自己的情况，介绍他们的品牌、他们的企业，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资讯。还有他们呢，就分别代表了来自35个国际的马术品牌或者是协会进行了介绍。在我们也得到了在中国的得到了很多我们的这个马圈朋友的支持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有800多位登记过的这个在册登记的观众参加了我们这12次这个活动还有线上会议。他们来自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饼图，来自马圈的各个领域，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好，大家也知道，如果是老观众的话，我们在这个会议过程中呢，也会不定时的
为大家送出一些福利，送出一些由我们 Wonder Horse 送出的奖品。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即将要产生。那参加我们这个有奖抽奖环节的这个大家参与的方式呢，就是在大家的聊天窗口，在腾讯 APP 腾讯会议 APP 这个聊天窗口里面，用中文用文字形式打出我们问题的正确答案。那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呢，将会获得我们寄出的奖品。那如果但是呢，我们只限在会前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参加过接龙报名的会员领奖啊。那如果第一位你虽然打得很快，但是你没有忘记了在我们那个群里面参加接龙的话呢，我们就会顺延到后一位下一位这个获奖者。那会后大家可以通过联系小助手领奖。那第一个问题我马上要问出来了，大家要在窗口里面打出正确的答案。我想请问我们中外马业交流会跟哪两个国家的马业协会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请刚刚加入我们会议的朋友呢，关掉你们的这个话筒。如果没有关掉的话呢，请李文帮忙关掉一下。然后李文看一下这个聊天窗口里面第一位答对的，你可以把他的名字念出来吗？这个是正确答案。你英国和法国，第一个是 Jesse。对 ，Jesse。答对了，怦然心动也答对了，王高奇。那第一位是 Jessie， 如果 Jessie 参加过这个接龙的话呢，那 Jessie 将会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奖品。然后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会顺延。好的，那事不宜迟，我为了我们很有节奏的、很高效的完成我们这个会议的话呢，我们现在请出我们的第一位演讲嘉宾。刚刚也说了，我们的两大国外合作马术协会，那就是法国还有这个英国。那这一位演讲嘉宾呢，就是来自法国诺曼底马术协会给我们推荐的一位嘉宾。那他是这个法国多维尔是一个市啊，多维尔市浪琴国际马术中心的总经理。他在法国马圈呢也是非常有名，他们这个马术中心呢也是非常的豪华，位置也非常的好。那因为他本人呢，他是比较擅长，他比较会在英语不是很好，所以呢他将会用法语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但是他所讲的东西呢，我们已经翻译成中文，让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OK, Frank, it's your turn, up to you. Hello Frank,You can start your presentation, please. Frank, if you can hear me, you have to unmute yourself with a button. 看一下能不能帮他 unmute. 我这边解除静音，但是我还是有静音的。你说他一个人。Frank.We cannot hear you. Et là,、okay. c'est bon? Yep. Okay. Voilà, c'est super. OK, super. On va parler des installations. Bonjour à tous d'abord. On va parler des installations hippiques dédiées aux chevaux en Normandie et notamment dans le but de préparer les prochains Jeux Olympiques. OK? 好的，我现在把 Je ne vois plus les diapos.Je ne vois plus les diapos. Voilà, je préfère comme ça. OK. Là, donc la première. On va commencer par un des sites emblématiques de Deauville, de Normandie. C'est le pôle international du cheval Longines Deauville, qui est un lieu dédié aux sports équestres et notamment aux sauts d'obstacles et au dressage. C'est la particularité de cette structure équestre. Mais à Deauville,
Il y a également des chevaux de course, des chevaux de polo. Il y a toutes les disciplines et il y a plus de 80 jours de concours par an avec deux très gros CSO, des show jumping de niveau 3 étoiles, où il y a régulièrement Kevin Staut, Penelope Leprévost et tous les grands cavaliers de ce monde. Il y a un concours important de dressage aussi 3 étoiles, où cette année il y avait beaucoup de Belges et de Hollandais qui ont beaucoup gagné. Il y a beaucoup de concours de très haut niveau. C'est un lieu également qui accueille des chevaux en pension, soit pour soi, soit pour les équipes internationales. Et c'est le lieu de préparation, notamment en France, pour les équipes paralympiques de l'équipe de France, mais également pour les jeunes cavaliers, pour le jumping et pour le show jumping. Voilà. Donc, il y a des écuries publiques et des écuries privées. C'est juste à l'entrée de Deauville. Alors, Deauville, c'est une station balnéaire, on connaît très bien. Il y a une magnifique plage où on peut aller tous les jours sur la plage, galoper avec ses chevaux. C'est très bon pour les membres et pour les membres des chevaux, pour travailler le cardiaque et pour travailler la musculature. C'est à 2 heures de Paris, que par autoroute. Et il y a un aéroport qui est juste à côté d'ici et où les avions arrivent avec les chevaux. À Deauville, il y a trois manèges, un grand de 70 sur 30, un plus petit de 60 sur 20 et un plus petit de 40 sur 20. Il y a 5 carrières extérieures. Une de plus de 6 000 mètres carrés, l'autre de 5 000 mètres carrés, et il y a des détentes autour. Il y a également, en tout, sur le site, il y a 360 boxes. Il y a une piste pour trotter et galoper. Il y a, et tout est maintenant en sol sub-irrigation. Je ne sais pas si vous connaissez l'eau arrive par le dessous. La grande facilité, c'est que pour les cavaliers, donc c'est 5 étoiles pour les chevaux, mais c'est aussi 5 étoiles pour les cavaliers, avec des kilomètres de plage, des hôtels 5 étoiles, c'est très facile pour faire du sport, mais également pour faire du shopping et bien manger, parce qu'en France, c'est important de bien manger avec des très bons restaurants. Ça, c'est le premier des centres que je présente. Ensuite, le deuxième, Zoé, c'est le Haras National du Pin, qui est le plus ancien, puisqu'on dit que c'est le Versailles du cheval. C'est Louis XIV qui a créé le Haras National du Pin. Pourquoi il a créé le Haras du Pin? Pour organiser la production de chevaux en France, puisque Louis XIV était un roi qui a fait la guerre pendant très longtemps. Et donc, c'était le grand lieu d'élevage en France. C'est très grand, c'est sur 1100 hectares, un peu plus de 1100 hectares. Et c'est là aussi à 2 heures de Paris, plus dans la campagne. C'est un endroit qui est très, comment on peut dire, très quiet, très, très, très bien-être, j'ai envie de dire. C'est un endroit qui connaît les très grands événements, puisqu'il y a quelques années, il y a eu les championnats du monde d'eventing, de concours complet d'eventing en 69. Et en 2014. C'est un endroit également où il y a beaucoup d'attelage, puisqu'ils accueillent régulièrement les championnats du monde d'attelage à 1, 2 ou 4 chevaux. Et en 2022, il y a les championnats à 1 cheval, et en 2024, les championnats à 2 chevaux. C'est un endroit qui est en pleine transformation aujourd'hui, puisque au Haras National du Pin, ils sont en train de construire des très grandes carrières qui font 120 mètres sur 90. Il y a un parcours de cross de niveau olympique de 6700 mètres carrés. Il y a comment on appelle ça, des gays, mais des water jump. Voilà. Il y a 6 plateformes pour accueillir des box FEI. Il y a des salles de presse. Il y a le Wi-Fi sur tout le site. Et c'est un endroit qui est très accessible aussi pour les personnes à mobilité réduite. OK? Le troisième site,
Voilà, on est dessus. Et no, un autre haras national, c'est le polypique de Saint-Lô. C'est un petit peu plus à l'ouest en France. C'est un endroit qui est la région d'élevage par excellence, puisque c'est l'endroit où étaient élevés tous les grands cracks de jumper, de saut d'obstacle, et pour le concours complet. Aujourd'hui, c'est la place numéro un en Europe pour la production de sel français. Et c'est un endroit qui a là aussi évolué, qui accueille beaucoup, beaucoup de manifestations des 2, 3, 4 étoiles pour le saut d'obstacle, pour l'international saut d'obstacle, et qui accueille des événements du monde entier. Il est situé à côté de Saint-Lô, qui est une petite ville en zone urbaine, puisque Saint-Lô est la préfecture de la Manche. Il y a toutes les facilités également, les hôtels, les restaurants, juste à côté. C'est un endroit où il y a un très grand hall, on le voit en photo, sur la troisième photo, où il y a des compétitions importantes, un très grand manège, il y a des boxes, il y a beaucoup, beaucoup de boxes aussi, et on y fait le saut d'obstacle, le dressage et l'attelage. Il y a beaucoup de facilités avec des très bons vétérinaires autour, avec des ostéopathes. Mais en Normandie, vous verrez qu'il y a le CIRAL aussi, qui est un endroit très important où il y a des étudiants du monde entier qui viennent se former pour la pratique autour des chevaux. Et ça rayonne sur toute la Normandie. Le quatrième site, c'est Téquilles Normandie. Il est à côté de Rouen, un petit peu plus près de Paris, à 1h30 de Paris sur l'autoroute. C'est un endroit qui accueille beaucoup, beaucoup de compétitions là aussi. C'est en Seine-Maritime, c'est l'entrée de la Normandie et qui accueille des concours de saut d'obstacle de 2 et 3 étoiles. Il y a, ça vient de partout forcément, sur une très belle piste avec un public globalement très nouveau, très nombreux, pardon. Et c'est des salles Toubin Clément, qui est un peu j'ai envie de dire une référence en France. Voilà, c'est pas loin de l'aéroport, c'est pas loin de Paris. Il y a là aussi beaucoup de facilités pour les cavaliers, puisqu'il y a des hôtels. C'est très sécuritaire, on peut facilement privatiser les zones. Donc, il y a ces quatre grands sites qui peuvent vous intéresser en Normandie. La Normandie, en quelques chiffres, c'est la région number one pour la production de chevaux, le jumping et de cross, mais aussi de pur sang anglais, thoroughbred, et de trotteurs français. En Normandie, c'est l'un des premiers emplois, des premières, comment, la filière équine est l'un des premiers employeurs. Pour la petite histoire, quand on voit les petits camions de place, il y a un camion sur deux qui vient de Normandie. C'est là vraiment la région du cheval. C'est aussi la région numéro un pour la recherche équine, avec le centre de pathologie, j'en ai parlé, mais également les campus dédiés à la recherche et au développement équestre, avec un centre incroyable sur tout ce qui est la locomotion, les boiteries et tout ça. Donc, on est quand même très, très bien pourvu. Il y a 18 000 emplois qui sont générés directement. Il y a 6 700 organisations. Ça gère 1,3 billion d'euros, 327 millions d'euros. Et il y a 117 000 équidés. Donc, c'est sur 140 000 hectares. La Normandie, c'est la région du cheval en France. On est en plus très, j'ai envie de dire, structuré, mais aussi grâce à vous, puisqu'il y a le Conseil des chevaux qui rayonne un petit peu sur toutes ces entités et qui permet d'être une porte d'entrée pour toutes les demandes qu'il peut y avoir à l'international. La Normandie, c'est également un lieu, comment dire, où il y a des célébrités, parce que tout à l'heure, j'ai sorti la photo. J'avais la photo de Géchou, je ne sais pas comment on dit chez vous, Géchou, ouais, on l'appelle comme ça, Géchou, qui est venu l'année dernière monter à cheval et avec sa famille monter à cheval. Voilà, voilà.
ce que je voulais vous dire et on serait vraiment ravis vous accueillir en Normandie. Je parle pas chinois, je parle bien sûr anglais, tout le monde parle anglais, mais on serait vraiment ravis de pouvoir continuer à travailler avec vous et contribuer au développement de tout le monde. Voilà. Oui. 谢谢 Frank 好的，非常感谢。那今天我们为了Frank这个演讲呢，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被誉为马术凡尔赛的是哪一个地方？马术凡尔赛，刚刚他有介绍到，是一个诺曼底的一个马术设备设施吧，应该是马术的场地，应该说这样说。看大家有没有听到他刚刚讲的，等一下，有没有人能回答呢？被誉为各地方，在他刚刚的讲解里面，那可能这个问题比较难啊，我们看一下，等一下有没有人可以答出来啊？我们等一下联系这个获奖的答对的获奖者。好的，我们事不宜迟，我们就把这个话筒交给下一位讲者，由李文来做一个介绍。 李文。 李文，你的话筒没有开。然后，艾玛来自迪卡侬的艾玛将会给我们做一个介绍。李文，喂，听得到吗？ OK， 我们接下来的这位讲者呢，我们今天第二位讲者是艾云艾玛，她是已经多次在我们这个中外马业论坛里边进行演讲了。那么我们相信我们在新的听众里边也有一些可能对我们这个迪卡侬和它的马术的品牌 Faganza 不太了解的，我们也希望艾云稍后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么艾云呢是迪卡侬的马术的商业的合作关系主管，那么这次呢他要带来这个迪卡侬的马术产品的新品，里面也包括了 最全的马匹的设备的介绍，那么以及这个迪卡侬的俱乐部以及个人合作的计划的介绍。那么现在话筒交给艾玛。Hello， 大家好，我是艾玛，然后我今天会给大家介绍是我们迪卡侬明年 SS 春夏季的一个我们的 innovation 产品，是一款我们的长雨衣。然后这个产品我们主着重在我们的骑士装备，一个是我们明年一个开发新品，是一款我们的长雨衣。然后这个长雨衣的话，因为现在是我们响应的几个是全球一个环保项目，那我们所有的迪卡侬的从明年开始，所有的马术类的、骑手类的装备，我们都会变为环保类产品。这个是我们这次在我们从今年开始，包括未来10年的计划，我们都是尽量在所有的马术装备，包括马匹护理装备以及骑士装备，我们都尽量会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然后为了保护环境，所有的产品我们都会完成欧洲的一个环保认证，成为一个 eco design 的产品，就是环保类的产品。这个是我们接下来是一个新的一个政策。那我们这款雨衣也是。 它是主要是为了骑手是在雨天情况下也能运用，也能骑行。
然后是我们明年的一个开发新品，然后预计的话是在明年的第八周开始上市。然后这款衣服一个是透气性，然后的话它的就是在码上的话伸展性延展性很好，然后防水性更是能够承接大概是两小时的一个大雨的清洗。所以的话如果有一些喜欢野骑的一些我们的骑手们可以选择这款衣服。然后这款衣服它是有男女款，但是是同款的颜色。然后这个目前是我们的设计稿，然后明年是一个藏蓝色的颜色，明年开始上市，明年第八周开始上市。OK， 然后我们下一页，这个是我们的产品的一个样板图，然后它会有一些包括我们的帽子呀，然后它的衣服长度啊，这些都会有一些细节图。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产品图介绍给大家。然后我们在国内的话也会有，在我们的接下来第九月份我们会拿到这个从法国寄来的样品。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骑士服装，然后的话我们骑士服装是之前我们大家可能对我们迪卡侬的骑士服装都有过比较多，就是我们产品这个款式保持了很久，一直为创新。那我这次今年我们法国那边的设计师做所有的儿童女士男士的所有的竞赛服我们都有做了改善，然后的话之前的老款我们将会在今年进行清仓，然后的话我们明年开始都会有新款的一个骑士服。然后的话可以下一张图啊，就是这款服装也是采用的是我们的环保设计，然后的话既能就是在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对于所有的服装类的话都是刚刚说就是环保类的，但同时它兼具了一个环保类产品，然后它的服装的话设计会比以前更加的优雅，然后的话细节也会更加的就是符合我们骑手需求，然后的话它的扣子啊包括一些边缘啊设计都会比之前的话会更加的立体，然后的话更加让骑手的话会感觉会更加的穿起来会更加的舒适，然后同时也会觉得这个延展性也会很好，同时呢它的服装的款型也会比以前更加的立体，会在马上的话会更加显示会比较的优雅，然后同时它这衣服也是可以机洗的，然后的话价格也会比之前的价格会稍微高一点，但不会高出太多。OK， 这个是我们的成人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是900系列的我们的服装。那么900的系列的服装这一款的话目前我们是属于它是属于一个就是一个防水材料的，透气性比较好，但是它也可以就是有一个就是防泼水，然后的话这个是它比之前的500系列就是比我们刚刚那款看的产品会更加的高阶一点，然后它的面料的话都是速干面料，就是哪怕是天气很热你出汗穿了这衣服它也是能够快速的观赏，而不会一直粘在贴着在皮肤上面，所以会比较的穿起来会比较舒适，然后的话延展性哈，它是一个四面延展的一个面料，所以的话莱卡面料会更加的舒适。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麻烦下一张图是我们的儿童我们也会做了一个改善，然后儿童的话跟女士的话它的面料都是一样的，然后的话只是在设计上会不一样，然后我们尺码是从大概是从6岁到14岁的儿童到14岁接近青少年的尺码，然后可以有一个下一张图是会有我们的细节图产品的细节，对这个我们在它的服装的口袋方面设计会不一样，然后颜色的话我们的儿童的服装会偏向于藏蓝色，然后这个服装的话我们也是儿童的竞赛服也是我们明年才会正式上市，然后它也是用的是一个就是可环保的材料，然后的话也是可以就日常穿着，然后的话起码也可以穿，然后也可以机洗方便不容易变形，这个是我们的服装一个特点。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迪卡侬今年开始做了一系列的包系列，一个是我们的Grooming 的包，然后的话也就是我们的工具包，那这个工具包的话它是会放也是面料的，一个是适合放我们的一般的洗漱类的产品，然后的刷子，同时呢还能放一些就是我们的骑手一些头盔这些东西，这个是这个包我们目前是有生产了10款，那我们中国区只会选择2款上市，一个是这个工具包，它也可以我们都之前拿过样品我们同时它也可以当野餐用的一款工具包，然后的话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骑手包，那这款产品也是这个是我们产品细节图，它这个是会有更多，一个是它可以是那种收放口袋，然后的话会有 logo， 然后还有里面是还有隔尘袋，然后可以防水，
接下来是我们的下一张，是我们的一个马靴包，然后马靴带，这个是目前是我们公司的做了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很多骑手他们是对于自己的，尤其是自己的长靴都会比较的注重保养，那我们这为了这些就是尤其是一些比赛时选手他们更注重自己的长靴，所以我会为了设计了一款这种长靴包，然后这个长靴包的话是可提也可背，然后的话带出去比赛也可以，然后它同时里面还放一个头盔，除了一个靴子还可以放个头盔，这是一个功能性比较强的一个包，就是对于马靴包来说它是一个功能性比较强，因为目前我们市场上很少看到一些像这样的马靴包，然后它也是防水材料。 OK， 下一个，这是我们的马靴包的细节图，它是从侧面展开的双面拉链，然后的话可以放头盔，然后放靴子，一般它短靴长靴都可以放到里面去。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一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马靴带，然后这款的话是偏向于它，因为它比较小，然后是可以挂衣服，就是有一些骑士服装也可以在折叠在里面，然后这个包也可以挂起来。这款包的话我们是有很多的选手是用来放他们的自己的一些西装服装，然后尤其是欧洲那边赛区都会有这个选手。 OK， 下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包包的一个细节，它是有个挂钩，然后可以挂在，然后也可以手提，然后也可以挂在墙上，这个是它一个设计细节。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一个背包，然后这个背包是我们明年要主推的一款产品 Rider 产品，它可以再放头盔，然后的话还有我们的马靴以及还有我们的一些服装类产品都可以放在我们产品里面，然后这款产品也是我们的环保设计。然后这边接下来会有一个包包的演示图，它是可以侧面既可以放水杯也可以放我们的一个马靴，然后我也可以当日常休闲包使用，然后它的在我们包包的这一个就是挎的话它也是防水材料，可以下雨天也可以使用。对。Hi Emma, 2 minutes. Emma 还剩两分钟。OK， 然后所有的这些，一个是两个颜色，一个是湛蓝色，一个是黑色，还有一个接下来是我们一个马鞍包，然后这个是一个马鞍背包，就是可以把马鞍背在背上，然后的话可以放去比赛的时候可以用马鞍包背我们的这个包，这个包可以看一下它细节，因为我这目前来说我自己也很少看到这款马鞍包的设计，然后它是在我们的一个鞍巢的地方是做了一个背包设计，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否我们中国市场有这种需求，就是大家因为在法国这边是有这种骑手需求需要把包背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带出去比赛，但中国一般很少都是放在旁边，那这个包是它的鞍翼是可以拆卸的，可以拆卸，然后背包是可以其实可以当正常包用也可以当马包用，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创新产品。 OK 这是我们的行李袋，然后也是给一个马术选手用的一些行李袋用，然后其他的时间也是可以当做我们的一个就是日常出行用的包，里面也会有防水袋，然后防水隔层，然后是双层的设计。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细节，有很可以放头盔马具，然后也可以放我们的马靴，容量会比较大。然后这个是一个马房袋，其实是给马术的一个食品类的，因为它这里面的话会放很多的，除了马靴的话也会放我们的一些护理类的装备，一些是液体的然后需要固定的类的东西都可以放在我们这一款的马具的工具包里面。 OK， 以上是我们明年会出的一款就是关于马术的在中国市场的一些新品，然后主要是在一个我们的工具类的包类，然后还有两款竞赛服系列。好的，我们刚刚的第一个讲座里边的这个问题可能有些难，大家可能没有第一时间答出来，那么如果你有这个答案的话，你也可以现在写到这个评论区里边，聊天区里边。那么根据我们的艾云
在 Fuganza 的这个介绍了至少十款产品，十款新品里边，我们提一个稍微简单的问题，那么这十款新品里边有或者是没有，我们只需要回答有和没有，有没有专门用来装马靴的包。好，现在开始。好，我们看到了已经有我们的朋友们留言了。啊，你们正确答案呢也是比较简单。我们怦然心动这位朋友，我们请稍后聊联系我们的这个 WS 小助手，然后我们留一下具体的信息，我们稍后会把奖品寄出。我们接下来是我们今天下午的第三位讲者，来自英国的 Equilibrium 的国际销售主管 Alison Bruce。 那么这个公司 Equilibrium 是有20年以上的马具生产的经验，那么它主攻三个产品，分别是护腿、方盈和按摩。那么除此以外的话，他们的主要的畅销的还有两个护腿，分别是全运动类型的护腿，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冲击保护的护腿。那么现在我们把我们的麦克交给 Alison。 Now Alison, we are ready for your speech. Okay, we can have the next slide, please.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My name's Alison. I head up the international sales team at Equilibrium Products. So Equilibrium Products was founded by us just over 20 years ago. We founded the company when Margaret's horse, she's the managing director and head of product, developed a head shaking allergy. This was a really severe allergy and he shook his headall of the time. And that was really the founding of the company, was Margaret looking at a horse, trying to decide what the issue was and whether she could alleviate those symptoms. And that's when she founded the Equilibrium Nose Net. Over the past 20 years, we have continued to develop products which fill a hole. We tend not to follow the market. We tend to look and say, is there something we could makethat's better than out there, or is there something that we can do to help alleviate the symptoms? So we now make a full range of products. We make massage and magnetic, we make a range of horse boots, safety head collars, we have a small nutrition range, the nose nets I've already mentioned, a full range of fly masks for the field and fly rugs, and then we make a range of turnout boots as well. If I could have the next slide.So this is how our business really breaks down in essence. There's the massage and magnetic, which is a huge range for us, the fly range, and then the boot range. And I'm very proud to say that we are a multi-award winning company. We've won a lot of innovation awards in these categories, and we've also regularly been voted the best in test in UK magazines, which is always encouraging to hear. If I can have my next slide.So I only have 10 minutes this morning, and I could talk to you about everything that we make and why we make it. We're very passionate about everything that we make. We design it all ourselves. But I thought in this small window this morning, it would be good to talk about horse boots. It's a very big market, and for us to concentrate on the things that the horse owner should ask or the store owner should ask of the manufacturer when purchasing horse boots.There are, quite frankly, so many horse boots on the market. How do you choose which one to buy for your particular horse? I would say it's a bit like choosing shoes for yourself. Choose the right boot for the right activity. You make sure you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do with your horse. 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the levels of protection that you need for that activity, and then start to ask the questions accordingly. Horses weren't really designed to wear boots.And therefore there are potential problems that can arise from wearing boots. You can have problems due to weight, restriction of movement, overheating, or just general fit. So when designing horse boots, we need to consider the following. We need to consider protection levels. We need to consider weight, restriction of movement or general flexibility, the fit, and breathability. Okay, protection.So the primary reason for using boots is to protect the horse's vulnerable legs.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as I said before, will depend on what you're doing,
and possibly the horse. Let's face it, there are some horses out there that are a little bit more disaster prone than other horses. There are some horses that seem to get injured on a regular basis, whereas other horses doing the same activity are fine. So things like polo, cross country, and racing are all what I would call high impact sports. So you need to have levels of protection that are adequate, and you need to protect the front and the hind of the leg. So for activities like this, we'd probably recommend our Tri-Zone Impact Sports boots, because those boots have got the highest levels of protection. On the other hand, leisure riders will often select a simple brushing boot. And the reason they select a simple brushing boot is because the levels of protection that they require generally are low. However, I would argue that these are also the kind of rider that suddenly thinks, oh, I'll do a bit of jumping. Oh, I'll do a low level cross country. So what I would be encouraging them to do is to choose a boot that they can use for all activities. So we have a boot in the range, which is this one here, which is the Tri-Zone All Sports Boots. So it comes in 8 sizes, and it's really designed for doing a bit of everything. You can do a bit of work in the arena, go for a hack, go out through the water, do a bit of cross country, turn your horse out in the field, all without changing his boots. So it's very popular amongst leisure riders, but it's also very popular amongst the grooms who look after our international riders, because the riders will sometimes change their minds in the morning about what activity they want to do. And then there's a mad rush to change boots. But with this particular boot, you can literally cruise from one activity to the next. Okay. Weight. Why is weight important? Weight'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in order to move, a horse has to lift his legs up. So if we start to place heavy items on the bottom of his legs, we are going to start to impede his natural movement. I always say there's very little point agonizing for months over which saddle to buy and then spending a lot of money on that saddle to free your horse's movement with his new saddle if you then put heavy weights on his legs. So if the boots are really heavy, it can be the equivalent of putting those ankle weights onto his legs like we use in the gym. When a horse is going cross country, fatigue will set in as he gets 3/4 of the way around the course, and it's not uncommon to see that happen. In show jumping, we're likely to see poles down, and in dressage, a shorter stride length due to fatigue will result in fewer points. So we don't want to add to fatigue by adding unnecessary weigh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often look at as well is, do boots get heavier as a result of going through water? Obviously, if you've got an event boot, the likelihood is that you are going to go through quite a bit of water. So you need to be looking for boots that weigh a similar amount when you set off as when you come back. So you want to look for boots that are made from waterproof materials and boots which aren't going to absorb water. So our Tri-Zone boots are specifically designed not to retain water. So they would bob around in a bucket of water. Fit and flexibility. Okay, some of this is obvious, but sometimes it's worth stating the obvious. Boots that are applied too tightly and are inflexible can restrict the movement of the joints. If the boots are too tight, they can restrict the horse's ability to move, and they can cause rubs. So at Equilibrium, we make a full range of sizes from different materials to suit different activities. So Stretch and Flex, which is this boot I've got here, very hard to see, it's very soft, it's very flexible, and it's very breathable. So it's ideally suited for dressage and flat work. If I know I'm going to get wet and I know I'm going to go through the water and I know I'm going to do some jumping, then I might look at a Tri-Zone boot, which again is still soft and flexible, but it's designed to cope with water, and it's got strike guards in it, which Stretch and Flex doesn't have. So we provide comprehensive size guides so that you can measure your horse and make sure that you get the right size, because that's key. We make boots in a whole range of sizes. We go from extra, extra small through to extra large, and we make them for narrow bit and wide bit. So we're fairly confident that if you measure your horse, we should be able to get the right fit. The other thing that's key is that if you know that your boot is a medium, if you know that your horse is a medium, he will be a medium in all the boots that we make.
So in order to avoid some of the issues that are caused by restriction, I would say always put the boots on not too tightly and look for materials that bend and stretch. Look for boots that are made of breathable material and look for ones which have a four-way stretch. The four-way stretch i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that means it really will move with your horse. Alison, 2 minutes. Okay, breathability. Another critical issue to think about is overheating. So horses' legs warm up naturally as they work. So as the tendons lengthen and contract, the natural cooling of the leg occurs because sweat forms on the surface of the skin and it then evaporates. So boots that do not allow the sweat to evaporate can cause overheating, and overheating can cause long-term damage. So things like Trizone have a cushioned or pillowed lining, which means that the boot sits slightly off the leg, which means the sweat has room to move, evaporate, and escape out of the leg. And Stretch and Flex, on the other hand, they're made from a unique fabric called Stomatex, which actively works to keep the legs cool the whole time. So I would generally say avoid any boots that do not allow the heat generated during exercise to evaporate. So in conclusion, you might say to me, in the absence of standards, like there are for hats and body protectors, how do I know if the boot that I'm choosing is the right one for my horse? I would say the best solution is to ask a lot of questions. So ask questions of your retailer, ask questions of your manufacturer, ask them to deconstruct a boot, ask them to explain to you all the materials that they used in constructing that boot and why they used the materials that they did, and ask them about the tests that they undertake before they bring that product to market. I can have my last slide. So just in conclusion, a little bit about us. We do export all around the world, but currently in China, we don't have any representation, as in that the horse owner in China wouldn't be able to walk to a local store and buy our product. We are very passionate about the products that we make. We design them all ourselves. They all have a story behind them, so I think it makes it very easy to sell them. And so we would be keen in starting some conversations. So in conclusio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to me this morning. I hope my whistle stop tour gave you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And obviousl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you can send them to me through the agreed route. Thank you. Great. Thank you, Alison. 我们刚刚已经听了 Alison 介绍了 Equilibrium 这个英国的马厩生产的公司，他们有三款的主打的产品。那么我们三款里边，其中一个是防蝇，其中一个是按摩。那么这个问题很简单，那么第三款主打产品是什么？两个字。好，我们现在可以回答了。看到了这个有三款，但是我们只需要其中，我没有提到哪一个。我们说你不能。我们只需要我们说的那个，我们说了有三款，我们说了有防害怕了，换尿了，知道吧？就是的，好，我们说了三款，那么我们的第一位回答出来的是王月星，那么我们第三款呢就是护腿，那么稍后会有我们的这个小助手来联系你，我们会把这个奖品送出。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讲者 Mary， 他是意大利的 Prestige 品牌的亚洲的商务拓展经理，然后在中国也是工作生活了多年，但是非常不巧的是，那么 Aaron 在昨天联系到我们说他是由于突然的身体不适，所以说今天是没有办法亲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 Webinar， 所以呢这次呢是由我来读出他的这样的中文的 PPT。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 Prestige Italia 的这样一个品牌，它是以皮质切割术手工制作和对马的喜爱为出发点的一段来自意大利的故事。马术要求马匹和骑手的完美和谐，唯有如此，人类和动物可以互相倾听并互相理解。那么因此呢，马匹和骑手越感到舒适，就越容易找到契合，越容易达到成果。我们的每一个马鞍都是追求满足马匹和骑手的最大舒适，总是考虑到每匹马的不同的体型。
每一个 Prestige 马鞍都是创新和工匠精神的完美融合。我们的独特的皮质切割技术让我们的品牌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并引导我们决定首次使用合成纤维的鞍束。同时，得益于我们的鞍工匠的娴熟工艺，我们得以制作出让最高要求的骑手都满意的马鞍。除此以外呢，我们 Prestige Italia 是注重每个细节，那么这样呢才能造就完美。我们对选用的皮质是精挑细选，我们对颜色是精益求精。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始终把产品的品质放在第一位，毕竟骑手和马匹的健康和福利是 Prestige 马鞍的终极关注。那么我们在对我们的这个马鞍做一些简介。你可能以为马鞍呢就是一个选择你使用起来觉得舒适合适的马鞍，然后同一个马鞍就可以放在不同的马背上，但是呢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穿同一双鞋子。那么同样的，每匹马的体型都不一样，那么这就会影响你的马鞍选择。而且我们如果想要进行要求马匹进行一些更加复杂的骑行动作，那么马鞍的选择也会同样的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再对我们的马鞍进行一下分析。那么如果你在马房里边注意到了以下的几个情况，比如说每匹马的背部的长度，它们的马的骑甲的高度，臀部的圆润度，以及它的外观体型，你肯定会发现它们有不同。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你还认为一个马鞍可以用在不同的马背上吗？所以说对于我们的这个马鞍的解决方案的理念就是预防胜于治疗。我们经常听到骑手在抱怨马匹在障碍前突然的停止不前并且剧跳，马匹经常在被要求延展他们的快步时卡壳，或者在被要求改换步伐的时候突然停住或卡住。那么造成这些情况的共同原因就是马匹感到疼痛或者不舒服。但是呢，马匹并不能像人一样说话，比如说他会说今天我不想做这个，今天我不想工作。所以当马匹表现出反常的行为时，那么通常可能是以下的两个问题。第一，马匹并不明白骑手要求他做什么。那么第二呢，就是马匹感到疼痛并尝试告诉你。我们前面提到的问题，马匹僵硬、停顿、卡壳还有跛行，那么这些常见的问题通常都可以通过选择一个合适的马鞍来预防或者解决。我们经常看到骑手在马鞍下面加一块胶垫，或者说在另一个地方加一块羊毛垫，前面或者后面加一块小垫子来垫高马鞍。那么这些措施呢可以暂时提高马匹的舒适度，但是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因为你的马鞍并不适合你的马匹。所以当你开始抱怨马匹的反常行为，认为你的教练没有调教好的时候，可能你还要想一下你的马鞍是否已经真正合适你的马匹呢。那么看一下这个 Prestige 马鞍对于提高运动效果有哪些帮助。我们假设你的马鞍放在马背上并没有让马匹感到疼痛或受伤，但你仍然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马鞍来更大程度的帮助你的马匹提升状态。除此以外呢，如果你的马鞍可以为马匹的肩膀留出多一点空间，那么这样马匹就可以在盛装舞步比赛的时候更好的伸展它的前肢。如果马鞍可以增加一些减震的设计，就可以为马匹在落地时更好的平衡你的重量，那么以便更好的下一次的起跳，为它保留所有的动力用于起跳。那么在 Prestige 我们一直创新改进技术，为最顶尖的骑手制作最好的马鞍，并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运动成绩。我们看一下 Prestige 在中国的愿景，其中之一就是教育培训。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卖马鞍，而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产品帮助马匹和骑手，所以我们非常注重为我们的经销商提供测鞍培训，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为终端客户服务。我们在中国的培训计划因为疫情延期，但我们很希望这个我们的培训计划可以尽快重启。我们希望不单为我们的经销商提供此类培训，也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培训服务。所以我们从2021年开始，从这个网络上以文章和视频的形式开始提供视频内容。我们希望骑手、马匹和马主可以明白马鞍并非一个时尚的物品，而是一个专业的工具。
可以帮助你逐渐提升骑术，并享受和马匹共度的欢乐时光。我们计划在明年开始在中国举办线下测鞍培训。好，如果我们的大家对于 Prestige 有任何的问题和想法，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中间的邮件和微信来进行我们的联系。那么这就是我帮大家念出了 Prestige Italia， 我们为 Marion 念出的答案。那么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康复，然后加入到我们的下一次 webinar。好的，谢谢李文。那这个 Prestige 相信大家也是非常了解，经常听说过的一个马鞍的品牌啊，也是比较高端的一个马鞍品牌。那今天我们问出的问题呢，就是 Prestige 这个马鞍它是来自哪个国家？它是哪个国家产生？这个品牌它是源自于哪个国家？请大家在聊天窗口里面打出你的正确答案。那其实刚刚介绍的很清楚了哈，就是这个Prestige 马鞍品牌吗？是来自意大利的，所以是安娜的娜，第一位答对。那请会后联系我们领奖。那这今天呢，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们这一次中外马业交流会。下一次会议时间呢是9月5号，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下午3到4点，国际马业与你有约。非常感谢大家，谢谢李文。好，谢谢，谢谢 Zoe， 感谢大家参加，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讲者。Thank you all speakers. Thank you. Thank you. Have a good day. Bye bye. Bye. Take care.